不常见。自己来，人家放呀，好好来，好。人家们新年快乐，人家说那个，好像先拍照嘛，好，那我先转接。好。哎，那个举牌小姐先靠近一下，炎亚纶拍一张那个，然后红包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先拍一张有举牌小姐的好不好？一人一边啊，不要在那边装了，你们想要一人站一边，好像那边是在同一起。好，来，可以靠近一下炎亚纶执行长啊。好，就在滑稽当中演出这个执行长的角色，相当受到好评。这一次呢，他当然又要在新戏当中担当这个 CEO。未来在新戏里面呢，今天看到他的帅气造型，最近受到很多人的讨论，包括他的穿着啊，包括他的头发啊，包括他的一切一切。很多粉丝很久没有看到阿布，那也是在这一次要透过我们的三立台式的周日偶像剧，那么希望能够在后台的看的时代当中，再次看到炎亚纶的风采。今天特别借着过年期间，我们要来发奖发财金，而且最近后菜鸟这个话题，说你说麦牌小姐走开吗？好，不要这样子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等会忍了一天的麦牌小姐过身离开啊，好，我们让炎亚纶来独照，谢谢，好。好，右边，好，那你们自己去了，他就一个人而已。好，那大家左右的住他，他最近的反应很特别哦，他都慢慢拍着，你们别要你们去。个人比较好处理。我知道，我懂你的厉害。而且你有时候被退团。我懂。你可以自己在乱讲，没关系。还有什么动作？来中间来。飞起来啊！你要飞起来啊！现在是金鸡独立，等一下还有大鹏展示哦。对。你不是红女吗？好。哎，太好 Q 了。真的啊，炎亚纶超好 Q 的，这边有偶包的偶像团体的。偶包。真的，他没有包袱，随便你们叫他做什么，他都可以。也没有那么随便。不要这样，那你深蹲一下好了。好。好了，阿布最可爱了，因为今天做这么多事情，他要帮大家提神，好不好？刚开始新年开工，很多人这个心情还停在放假的状态，那既然在这里，这个希望可以一个帮大家好好用一下炎亚纶独家秘方，今天叫大家整个在上班提振士气 ，OK 吗？